안녕하세요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我最近喜欢用的东西们。因为我前阵子呢，就是失心疯的买了蛮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感兴趣，所以就想说把它拍成一个主题，然后分享给你们。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首先大家第一样呢是这个 AirPods Pro， 然后因为它真的很难念，我们就叫它 Pro 好不好？我那时候刚买 Pro 的时候呢，我就有 po 在我的 IG 现实动态，然后就很多网友问我说，值得买吗？好用吗？它跟一代、二代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实际用了一段时间，大概半个月左右，我有一些心得想要跟你们分享。就是啊，如果你是想要Pro 的音质比一代、二代好的话呢，我是觉得你没有必要买，因为我觉得 Pro 的音质跟一代、二代真的几乎一模一样，连 Apple 的店员都这样跟我说，他说音质跟一代、二代没有什么差。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听音乐的时候呢，想要活在自己的世界，它有一个抗噪模式，你调了那个模式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人生变得很不可思议。刚拿到，然后我就试了那个抗噪模式，我真的觉得超级无敌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的点呢，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眼前人在走，车子在动，但是你是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的。就是你真的除了你自己耳机里面的音乐，你是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捷运来的声音啊，或者是马路上按喇叭的声音，真的都只能微微的听到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听音乐的时候享受在自己世界里的话，可以买 Pro。 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我觉得 Pro 这一次做的很好的地方是它比较适合我的耳朵，我不知道适不适合你们的耳朵，但是它很适合我的耳朵。因为像我之前，我是 AirPod 一代、二代都有，但是我一代、二代总共弄丢了六个还是五个。那我 AirPod 一代、二代都有，但是就总共搞丢了五六个这样。我买了 Pro 之后，我用了半个月，真的完全没有掉过。因为 Pro 它是做这种入耳式的，就是它是直接进到你耳朵里面的，所以它比较不容易掉。我戴 AirPod 一代、二代的时候，我只要拨个头发或是我动一下，我的耳机就会飞出去。但是我戴了这个，我就算拨头发啊，或者是我可能戴着跳舞啊，戴着在那边晃啊，都不太会掉。但是重点来了，我觉得 Pro 这一次有点贵到太离谱了。这个小小的耳机要8000块，就7900多。如果你不是苹果粉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拿这个钱去买到更好的耳机。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斟酌。那第二样东西呢，一样也是 Apple 的。我本人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苹果迷。这 iPad 也有出现在我 IG 的现实动态，然后也超级无敌多人问我说 ，iPad 好用吗 ？iPad 值得买吗 ？iPad 有分 iPad Mini， 然后 iPad 第七代，然后 iPad Air 跟 iPad Pro。很多网友就一直问我说，到底要买哪一种？那我自己买的是 iPad 第七代，就是不是 Mini， 不是 Air， 不是 Pro， 就是 iPad 而已。我在买 iPad 前呢，我有考虑了一小段时间。我那时候就在想，我买 iPad 是真的会用吗？到底会不会常常用到 iPad？ 所以我就想了一阵子，但最后我还是把它买回来了。我的 iPad 从我买回来的那天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吧。现在每天呢，真的都是 iPad 不离身。我买 iPad 呢，主要就是来看剧、看影片，然后会在上面做那个形式力，然后也会在 iPad 上面画画，这是我买 iPad 的原因。那我除了拿 iPad 来追剧以外，比较特别的是，我会在 iPad 上面用一个 APP 叫做 Good Notes， 反正就是一个可以自己做行事历的程式。每天无聊就会拿着我的 Apple Pencil， 然后在这边画我的行事历。大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行事历是什么风格，就是我做的行事历。像二月呢，我是放 Suga， 三月就是泰亨嘛，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程式呢，就是可以让你用 Apple Pencil 写字啊，然后可以自己贴你想要的照片、你想要的图案。再来还有另外一个程式呢，是画画的，是一个这个 P 开头的程式。这个程式呢，我都会在里面画画，它就是那种有点电绘版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画画呢，也可以下载这个程式。 Apple Pencil 也是我这次买的，然后这个壳也是我这次买的。那这个壳呢，就是很一般的那种透明保护壳，只是它这边可以插那个 Apple Pencil。 这也是在 Apple 店买的周边，这个壳要2000多，我觉得有一点点贵。重点来了， iPad 本身呢非常的便宜，不是便宜，就是非常的亲民。现在讲话比较小心，记得是10000出一点点，非常的亲民，就是我觉得很值得啦。因为你想想看， iPhone 11都要50000块了，然后 iPad 这么大台这么方便，我觉得就是很值得买啦。重点第三样，那第三样呢，也是我挖到宝的一个好东西，就是这个 LED 的化妆灯。但我先说，这个亚克力盒子呢，不要管它，这个是我自己的。主要呢是这四个灯泡，然后呢，这个就是化妆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灯打开，
然后照在脸上呢，就会有那种非常仔细的看到你的脸哪边没有画好，就是粉底哪边没有均匀。我觉得就是每个女生都必备，因为女生都会化妆嘛。然后有时候在很暗的灯光下面呢，就会不知道自己的妆到底画怎么样。出去见到阳光呢，就会后悔。但是你有了这个灯呢，你就可以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自己脸上哪里不对劲，而且这个灯是可以调亮度的，就非常的。这个灯呢是我在虾皮挖到宝的。其实这个灯呢，我之前就有在 IKEA 看到，但是我那时候想买，但 IKEA 的那个店员跟我说安装那个灯很麻烦，就是要接地线啊，然后还要再把它拴在墙上，非常的麻烦，然后我就放弃了。但是我又太想要一个化妆可以照的灯，所以呢我就上虾皮搜寻了LED 化妆灯，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我记得这一条买下来啊，加运费才400左右，就400出一点或400下，觉得也是 CP 值非常的高。安装这个灯的方法很简单，因为它是一个吸盘，这种吸盘呢非常的方便，你可以吸在你家的窗户、你家的镜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灯真的非常的值得买。最近自拍啊，都会把这个灯放在我的手机前面，然后这样打开，自拍出来的照片真的很美。让你的照片变得很有质感。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灯呢，它是充电的，它的充电孔在这边，也可以用行动电源充，所以很方便。好的，大家离结尾不远了。再来第四样呢，就是两双鞋子，在我的 IG 上面出现的频率超高。我本人用的 IG 跟我的小账，然后有穿搭照，近期呢几乎都是会出现这两双鞋子，所以这两双鞋子呢也是询问度蛮高的。只要我穿搭照有拍到，大家都会问说在哪里买啊，什么牌子之类的。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一双运动鞋，这一双呢真的被问爆。我记得我会买这一双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糖果色控，就是我很喜欢浅粉色、浅蓝色、浅黄色，各种的那种糖果色我都很喜欢。这一双的配色啊，真的无敌了。因为 Nike 的这个鞋款，它本身就是一个经典款，然后它要出了这个颜色，就是女生都没有办法不喜欢的颜色，我是这样觉得啦。这双鞋啊，我真的看到它就是一见钟情。我记得我是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人穿搭，然后是配这双鞋，我就觉得也太美了吧，所以我就隔天就冲去西门町买了。那我记得这双好像也没有很好买，我也是跑了两间店才买到的。它有一点小心机，就是它这边其实是有一点增高的，所以你穿上去呢应该会在比你原本的身高高个两三公分，所以是矮个子的女生呢，我觉得你可以买这个，因为心机的增高，而且它里面的这个宽度是可以放鞋垫的，所以想要看起来让个子高一点的话可以买这双。我觉得穿这双呢多少有一点修饰你的腿，毕竟它有增高，一定会比一般的那种帆布鞋好。然后再来呢是一双军靴，这双询问度也是爆表。这双鞋呢也是我如果有 po 穿搭照，网友都会说请问令这在哪里买的，这是什么牌子，好穿吗，贵吗，好搭吗什么的。这双鞋的牌子呢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靴子的牌子，然后叫做 Dutter Mountain，反正就是我把英文打在这啊，我英文很烂，对不起。这个牌子他们家的靴子真的超级无敌有名，而且很多明星真的就是人脚一双他们家的靴子。那我买的这一双呢是很明显吧，增高。这双穿上去你的腿真的比例无敌无敌的长，虽然我的腿我很感谢我妈把我的腿伸得蛮长的，但是我穿上去之后呢，我的腿又更长了，我的比例简直就是九头身。这双鞋啊，下雨天的时候穿超棒，因为最近不是很容易下雨吗？最近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如果下雨的那天我都会穿这双，然后我的袜子呢完全不会湿。我记得他们家鞋子的价位从3000到8000-9000都有，就是看你挑的款式。因为像我这一双呢，是想要了很久，但是它的原价真的很贵，我记得它原价好像要7000-8000左右在打折，然后这双鞋就刚好放在打折的那个车子里面。这一双打完折我好像买5000左右，这一双增高应该也有个5、6、7、8、9公分吧，反正就增高很多。而且如果你真的很矮，你里面还可以再加鞋垫，它修饰腿的比例真的非常好，冲着这一点呢大家就可以去买了。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一辈子都一定要拥有一双靴子。好，那最后要介绍的东西呢，我觉得防弹的粉丝应该会
很有兴趣，就是 BT21， 我最近呢真的就是比较疯狂的在买它们。像这个 Sugar 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超可爱的。有时候去台北会带着我的 iPad 嘛，我如果这样子拿它会受伤，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BT21 的 iPad 套子，是不是很可爱？我每次带着它，我心情就会很好，而且它很软，真的可以好好的保护 iPad。然后再来是这个Tata的存钱筒，这存钱洞在这边，本身是真的有在存零钱的人，你们听。所以那时候我一看到这个存钱筒，我就决定我一定要买，因为对我来说很实用啊，我真的有在存钱，而且很可爱。然后再来呢，是这两个公仔，那这个两个公仔呢没有任何的用处，他们就只是可爱。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透明的盒子啊，是我另外在书局买的，但是你打开啊。这个公仔是我在虾皮买的，它一整套这样摆起来超级无敌疗愈的。每次看到他们都会觉得，我用我的辛苦钱买到你们，真的很棒。以上呢就是我最近的爱用品加战利品分享。喜欢可以记得订阅我，帮我按赞，也可以去我的 IG 看我更多的生活。我现在有两个账号，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对，那我们下次见，拜拜。